好啦，周永康被捕，你覺得有咩內情？而家唔講得，你知點解唔講得？唔問下你咁多先咩？你咁你要嗱，你估下我咩唔講得先得嘅？咁啊通識嚟喎，咩理由咁多人報紙有賣，啊咁多八卦新聞有賣，咁點解我話唔講得咧？咁我哋陪埋大家一齊講都得噶，點解唔講得？時候未到。咪乜嘢時候未到咧？都未搬係咪？係咪驚講咗會影響個結果？唔係驚講咗影響結果，如果驚講咗影響結果，我好犀利啊，大佬，咁差大權力，屌有冇搞錯，大佬？梗唔係啦，呢個係一個負責嘅問題，因為而家所睇市場上咧都係嗰啲報紙啊，有啲報道啊，有啲雜誌報道啊，街頭巷尾報道咧，就佢哋多數都係據傳或者傳聞。這個最不公道的，如果他除非他中央電視台、人民日報或者新華社出了稿，我們可以跟進講一點，因為對周永康不公道，是吧？你說是不是不公道？因為官方的新聞被發布，所以我不說的，我不是怕共產黨，是這個個人的守則。所以我以前講過的江湖傳聞，或者那個風月的人生，很多那些人物的嘢係99%是真的。譬如我話謝耀棠雞蟲糖，佢唔信咧，我掟個 file 俾佢，真咯。如果我冇資料喺手咧，我唔講嘅。我講就算你花邊新聞咧，我都要有資訊喺手。即是有很確實的資訊的時候，或者我自己以前有的 file 有的，我很多 file 大概幾十年的，一抄出來就是幫你落火，還得很多人，香港很多人做壞事的，屌你那個個個穿件西裝水位星城王賺了兩個錢，屌你扮曬嘢而已。 Doctor， 我想問為何說 99%， 為何不是 100% 的？你不是準曬的嘛，即不是准晒的，90%很犀利的，即不是准晒，除非经我手的100%，即是已经落埋佢镬的了，上了 call 的 commit 了，你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事嘛，即是经我手做的 case， 我就可以拍板，有些不是经我手嘛，即是那个 case 不是由头我经我手，即是收的情报不是下文经我手嘛，咁有呢个收情报的都不是收晒准晒的，收漏啲又有，收多咗又有，係咪？90%好犀利噶啦，但即已經咧贏緊佢嘅，所以我唔怕人過我誹謗，一掟 file 出嚟就收工。